南区退休公教人员协会这个月举办联展，协会的成员呢是卧虎藏龙，包括了江昌宝、陈武次、刘岸江，他们都是华东知名的摄影师。这次透过镜头捕捉瞬间之美，也留住影像，让观赏者可以欣赏到玉里的好山好水。南区退休公教人员协会在这个月办理联合展出，协会成员卧虎藏龙，其中江昌宝、陈武次、刘岸江等三位已经是花东知名的摄影名师，透过镜头捕捉瞬间之美，留住影像，让参展者欣赏玉里的好山好水。那这个摄影的部分，我们协会有几位大师级的哈，像里面哈名气最大的哈，那叫刘岸江。刘汉江先生哈，因为在网络传一传说这是大陆名家作品，我说我是想想不是我们协会的嘛，怎么会变成大陆名家？传到最后边把它改了呢，就把他那个好像意思说，哎，在中国大陆就很有名了这样的哈，也有可能了哈，但是就是意思说这个我们这个藏龙卧虎哈，协会里头很多各有专长的人。黄孝明感谢玉里镇公所以及代表会大力支持艺文的活动，为艺文创作者提供一处平台，让在地艺术生根活络，启迪民众以及游客艺术方面的新视野，来带动地方的文艺风潮。记者高双双，玉里镇采访报道。